到了，六杯就会醉了、哦。差一点。哦，我被我口水呛到了，我的天！不该。好难过、哦，呜呜。难过是口水呛到，还是我这么无情？还是剑三删掉很难过？剑三没有删掉，但你不难过，但是我们很难过。为什么？你难过的是我们逼你删掉你喜欢的游戏。我靠！对不对？没有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是，你们不可以误会我。是，你还开视讯一直笑。我有吗？有啊，你不是第一期开视讯？有。对啊。看你一直笑。我没有啊。一直笑。可以乱录吗？你乱录也没有用啊，我们满团啊，你进来一直是在我们旁边 啊。嗯。他想站在你旁边啊。不，他是想站在你旁边。不，他是想站在杰克旁边啊！我屁事！啊，你救援信号发了没啦？可是我还不能发呀，还是我要先找到那个呀？你该触发东西要触发完才能发救援信号、啊。好啦，你先去找大凶恶龙，他在下面一直往下走，贴着左边往下走、哦他。他是大凶豺龙的亲戚。嗯，他是没有毛，全身是黑人皮肤的。一群蝙蝠，嗯，它叫做酸翼龙吧？一群酸翼龙，我猜你在跳舞是不是？对 ，Green，Green， 嗯，这里看似有路，其实没有路。该带酱油过的剧情找大凶恶龙，你就可以直接去，不用发救难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他是说我们直接带你直接找到大凶恶龙啊？嗯，对啊。这样的话，赚哎、欸？我不确定哦，就不要我们开了之后进去发现也是不行啊，是怕是这样。我发现啊！他长得好丑呀，好像外星来的动物。你这里面哪一个像正常的动物？对啊，你有道理的。你们都是龙、欸、我好像中毒了。没有，你是中了沼气。瘴气，那是另外一种毒，但它不是毒。我那时候跟龙怎么死了？我被咬死了、啊。不打我。哦，因为里面有一只魔物喜欢吃风飘龙的咯。这里哦，那还是蛮可怕的一只。你刚刚有看过啊？嗯。它才是长得像异形的，它才是真的长得像异形的咯。哎、欸，你能发了吗？能发救难了吗？我看一下，我偷挖一下风飘龙的尸体。他那挖了也没什么东西啊。他只有鳞片跟那个，不行呢、啊，为什么还是不行？他旁边还要叫你做什么事情？狩猎、啊。他要我狩猎骨髓龙，也就是说我要打死骨髓龙，我才能找你们呢、欸。那你再出来试试看一次。我记得出来就可以接，因为我真的曾经有，我帮我就是无聊都会帮那个新手去打，我真的有打过几次是骨髓龙的任务。嗯真的吗？那我再出去一次。真的，而且我打这只是拿笛子打、欸，哎，你要想想看，你拿弓箭打、欸、还会打输。哎、欸，它很硬哎、欸。它就很硬啊。超硬。我看到我打它一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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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你打在它的铠甲上啊。嗯。那我不就要打它下面？对啊，你要想办法，就是或是把铠甲打到爆，让它爆衣，给它吃那个。对，就一直射他的铠甲，给他吃。哎、欸，我从探索中归来，怎么突然就进动画了？啊？哦、嗯，嗯，
我还没狩猎骨锤肉呢。啊，所以嘞，我现在看到一个阿嬷。等一下，他这个动画好像是在铲爪那时候的。那个阿嬷长得还挺标志的。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他是阿嬷？他已经把口罩拿下来了吗？那拿下来，拿下来了，拿下来了吧？怎么会这样？然后跳剧情了、欸。哇，你连狩猎都不用狩猎了、喔。嗯，好屌哦、喔。玩剑三，玩剑三都会这样子吗？最好啦，龙三龙的痕迹吗？我来找找看吧。哇靠，要跳剧情哎、欸！怎么回事？他直接跳了骨锤跟残爪哎、欸！哇，真假的？是不是你刚好去剥尸体啊？我没有呀，我也没有打他呀。是啊，你从重点是你从任务中归来还跳剧情，这个才不合理呀、啊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敢检举他啦！我从任务中归来，然后问他问他，你们懂这是多夸张的事情吗？啊、他才刚挖到铁装就直接跑去中介了呢。他挖到铁矿还没烧就直接跑到中介去了。好神秘哦，嗯，之前是这样吗？我还以为是那个还没有，这只有铁镐就直接可以进地狱了。什么都不用有，直接瞬间你就进去。任务进行后放弃就能跳剧情，还有这回事哦？哎、欸，我那个成阶骨锤荣威粉身碎骨之战，我直接变这个、欸。变什么？对啊，那是骨锤啊，要打骨锤喽。什么？直接完成了。也是得一个。你是打完了吗？他是可以打的还是不能打的？我看一下，他好像是叫我打骨锤肉，那就加加、啊啊。所以只是剧情先出来，但是哦，还是得打，哦、还是得打。还好还好。哦、然后加油，你进那个、嗯，他不是翻书给你看？对啊。他翻书的时候，你可以按那个英文的一，可以加快他的翻书动作。哦，真假的？真的。哎、欸，你们看直接进来了、喔！我靠，黑暗左右哎、欸！我把他的也不用啊，衣服撤下来。哎、欸，我要从哪里出去？这有瘴气哦，我跳一下柱子。不会啦，不会到下面去啦。鼓槌没有到下面过啦。但是到之后打其他的会、哦、不用啦，你武器装吸血就吸得回来了。有没有道理？有是啦，但是不用啦，我没有玩剑三不会死啦。是啦哦，那就不用改了啦。你的资料夹里面有个东西叫剑三的，你会受到更痛的伤害。是这样子吗？等下就发现怎么你死了，大家都没死。怎么好像他们打我特别痛啊？叫你三剑三。你还不删？可恶！我不知道按一耶、欸。准备好了。就 QWE 的那个一呢？我知道啊，我从来都给他慢慢翻呢、欸。是啊，他长那么漂亮，嗯、给他翻那么快干嘛？累死他！这么狠心。我一直在逛集会所，你要问另外一个啊，不是我想逛啊。是我吗？你呀、啊。你要不开始哎、欸，还有谁？不开始的是你哎、欸。可是我刚刚看大家都在准备中哎、欸。你知道我们逛了多久了？在集会所吗？不是说我准备中，是你在跑任务的时候。哎、欸，他是不是滚下来了、啊？他在上面。他在上面啊。为什么显示在下面？气死！他在上面啊。干他！射他！搞射他一下！骨锤龙！靠！啊！天哪！我只刚过来而已啊！要不要这么凶呀？去拿。我每次打到这些魔物，都会想到我以前怎么白痴会想要拿狩猎笔啊！
明明这么好的东西，然后狩猎敌变那么难打。那你不就打很久？打很久啊！我每次都是打到有那个什么狩猎时间是50分钟，我都打到剩下一两分钟的时候才打赢。哇、哦，这都是压底线打、啊，对啊，尤其是这一只啊，这只是有失败过一次。好了，我不打了。他的壳掉了。哎、欸，你把他壳打掉，害我掉下来。断他尾啊！我在斩裂他的尾巴。有，我在切了，我在切了。这好像我没有，这个没有。好，断了，断了，掉了，好了，交给酱油了、嗯。他的尾巴长这样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其实它的剖面还蛮看起来蛮好吃的。完了，要捶地板了，再剪尾巴，还没。他表示影响对我的尾巴干嘛呀？快剪到了，你给我放尊重，你不要逼我射上面的东西哦。你知道我这个姿势要干嘛吗？我捡到了，我捡到了，我捡到了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会有岩石掉下来？可以打、啊，加油！啊、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没有啊，这就是地形的地形陷阱，炸到尾巴。哦。我好想扩，我好想扩散酱油、哦。怎么是扩散？你要试试看吗？看起来不是很好的东西呢。它是好东西啊，怎么会不好？哎、欸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好了，他要走了。那叫扩散弹。他跑掉了。尾巴记得剪哦。骨锤龙的尾巴，哇，真是满满的刺呢。骨锤龙的骨髓。哇。哇因为他快死了，对啊，他刚已经补脚了、啊，那就抓起来吧。嗯，没有啦，那个我真的没有开到七年啦，什么七年？没有啊，有人祝贺我开台开了七年，哇！开了七年了，你还在这干嘛、啊？我在看走哪，走啊！早就结束了，抓住了。我跟你讲说，抓的话只有20秒，杀死的话有60秒。抓的话你不用回去播，所以会有20秒。哦，是哦。好吧，我刚刚在看个电视。好啊，在看聊天室哦。好啊，马丁晚上教的都这样啊。那你是不是要那个遵守聊天室的规则，不要打等于者啊？那我说，请把剑山删掉，你会不会删啊？对，那以后我想要去捷克的台，我就得删剑山。什么意思？他说他要立个台规。不是，他说你都看聊天室，都会遵从聊天室，是不是？不会啊，为什么要遵从聊天室？没有，就是感觉你很听，你都听聊天室的话啊，啊，反而是我们的话都不听啊。没有啊，其实刚刚我的聊天室全都是英文的，我完全看不懂的。为什么全都是英文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而且还有日文哦，英文掺杂日文，哎、欸，很厉害，真的国际台哦，真的是多元成家。不是，我没有打脸他啦。不过我是真的没有开那么久啦，不要误会，我没有打脸他。哦，你打脸别人哦？哦，你想打别人？我没有，不是。哦。下一个什么？应该是船爪吧？蛮饿吧？蛮饿吗？我看任务是风飘哎、欸，哦风飘哈、哦。之前我们解的任务，下一个是风飘。看一下打什么、欸有道理？我现在在看一艘船。等一下船长要吃风飘。
第三页。骨颓风飘，然后火龙，火龙角龙，好像没有蛮二哦。对，也没有蛮二哎。然后就龙三龙右岛作战，也没有残爪，没蛮二，可能自由任务吧。都没有。啊，不是蛮二，是那个残爪。我突然发现第三，这个是第三团团长吧，还是第二团团长？很正，一个女生，很正，很正，还不错，正。你说调查，在调查抽烟的啊？对对对，我发现他没有额头哎、欸。什么叫他有额头？他是没有刘海。骗的，人家没刘海有额头，你不要乱骗。啊，我刚刚看他的额头跟鼻子是成斜的。斜的，对啊，啊，是直接斜出来。你知道《海贼王》也很多角色是这样子吗？真的吗？我看《海贼王》的时候，我就会忍不住看他的腰，那个腰真的是太细了。扔掉剑三就有了，就有了，就有了。最好啦，你先删掉试试看嘛，搞不好就有啦。你就是不删，不去尝试，就跟之前不是之前跟昨天阿豪一样，不去尝试。骗我之前就删过了，我只有变胖没有变瘦。那所以你装回来就变瘦是不是？嗯，装回来好像也没有变瘦的，可是感觉就是删掉会变更胖呀。为什么？开个玩笑不会死。什么东西？开什么玩笑？不知道梦梦说什么，开个玩笑不会死。我看一下哈。怎么了？嗯？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在梦梦说他在那边被骂了，是谁？谁那边被骂？你在酱油台被骂吗？是我这吗？哦，怎么了？你是哦？你是说因为你刚刚过来说要检举我，然后被骂是吗？对。嗯，你是为什么检举人家？不，你为什么骂人家？讲错了，讲错了。我哪有骂他、啊？可能我觉得可能是他过来说要检举，然后我管就觉得、哦、觉得他可能是来闹的吧。哦，你为什么要骂人家？我没有，我不是。为什么骂人家？我梦没关系。我们 替你骂他，哎、欸，你好，会骂他的，然后就要把剑三删掉了。对，我们会努力的。他现在不删掉，我们就不接他的任务。他现在就、欸、不行啦、啊，我开了。我们在努力把他从那个毒品里面解救出来，但他不要。对啊，他给不出一个戒掉毒品的理由。他讲不出哦，好，我大概知道。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酱油台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你刚刚那边为什么变日文了。OK， fine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呀？微微的有带风向、啊。我看一下哦，是来日文带风向，就是突然就打了日文起来啦、啊。谁打日文？我看是先打英文，然后就各种语言就开始打起来啊。对啊，我想你那边没差是就 OK， 看不懂是哪啊？看不懂，我看不出来他们怎么突然变英文台了。来出发。哎、欸，其实哎。欸我没有看、欸，我没有看到有人骂他。嗯？哦，梦梦你骗我、哦。没有啦，他说没人骂他啦，他是说开玩笑不会死啊、哦，是被 ban 了吗？我不知道呢。啊，没事。那我们知道抓酱油来 ban 掉啊？啊？什么？你们怎么这么残忍？不行。哦，重棍啊。
对，超虫棍。虫棍好玩。那个队长。队长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队长，你是不想要跟我玩？好，我们走开，我们走。那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们退出，我们退出。我在翻我的聊天室。你是不是聊天室比我们重要？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们去他聊天室。我去他聊，组队去他聊天室。我在看把剑，你先出去，你先给我出团。我出，我出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走错路了，我一紧张，路都找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我刀鱼，这里是哪里？我是谁？删掉，我看了，这里是哪里呀、啊？把剑山删掉，把石板还来，给我快点，等一下，我找一下路。是这吗？你要找什么路啊？他是在那个啦，那个第三营地那边呢、啊。对、啊，我脱离任务了呢，真棒！哇，你没按，他就不准备啊。对啊，你就是在游览车上面一直喊开不开车啊，就开了。然后自己不在游览车上，他在游览车的那个门车门前说：“你开不开车啊？”很好笑啊！他在门前说：“开开车啊，游览车你要不开？”哦，然后游览车就真的开走了。哇，哪那么大的蚊子啊 ！Hello。